四轮加两轮，车子呢，把刹锁跟凯西的前脚先拆下来，一起装上车。预计呢，我们先开车开到石城服务区那边停下来，再做组装。然后呢，今天的行程就是旧草岭环状线自行车道兜一圈看看。啊，听说呢，来这里会有很大的冲动，下次想要再来。有一点缓上坡哦，是不是啊？好像是，不过这一段的风景还蛮漂亮的。这里难怪人家来了都说会想来第二次。我想下次找个秋高气爽的时间，我们再来好好的丢丢挡一下吧。